来看到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呢，最新到台中来参加感恩茶会，连任成功台长卢秀燕也到场了。朱立伦呢上台致辞的时候呢，激动地说：“台积电呢是国民党创立的。”因为台湾的震动，要民主的震动，会让得到台湾百姓多数的支持呢。卖不义，中华民国是国民党创立的，台湾是国民党用生命保护来的，台积电也是国民党创立的，台湾对不对？所以，想爱台湾的就是国民党。